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是选举本会召集委员，首先请各位委员推举临时主席，请推举。李委员尽力，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就请李委员尽力来主持今天的会议。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一。本院人事处提报院会关于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案。二、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李俊毅委员、姚文智委员、陈其迈委员、庄瑞雄委员、赵天麟委员、古拉斯尤达卡委员、赖瑞龙委员、洪宗义委员、吴其明委员、黄昭顺委员、陈超明委员、杨振武委员、林立禅委员、徐真卫委员、陈怡杰委员。报告事项宣读完毕。好，针对报告事项，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我们来处理。好，选举事项第六，有关于选举事项，我们请宣读。选举事项，选举本会召集委员，宣读完毕。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二人，另依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对选举事项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继续进行。好，让那个发票员吧。好，我们现在来推举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跟监票员。发票员跟唱票员是一位了哈，计票员跟监票员是一位，各位委员有没有推荐？谁用啊？大家都会唱。没人，我用指定的哦。来，发票员跟监票员有没有？那麻烦那个顾老师委员好了，好吧，好。然后计票员跟监票员，我拜托一个洪宗义委员，徐委员哈，来，徐正委员哈，好，好，那我们这个发票员由顾老师委员担任，计票员由徐正委员担任，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投票的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12点整。好，那如果提前投票完毕，我们就直接进行开票。各位对这样的进行方式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现在请监票员来检验票轨。好，好，开始粘贴封条齁。那个徐委员是不是看一下选票，好吧，好，谢谢。算看有15张，15张无，莫加张吼。
那我们选票经过我们徐委员监票无误，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投票。好，请各位委员到这边领票，哈，到这边签名领票，好，谢谢。
报告委员会，我们所有委员已经投票完毕。那另外一件事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徐正卫委员本来是担任我们的监票员，他因为有事先走，麻烦那个林立常委员，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那没有意见，我们已经投票完毕，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开票。好，报告委员会开票结果，姚文智委员5票，陈其迈委员5票，黄昭顺委员5票。那根据规定，我们同票的要进行抽签，请三位委员来抽签。好，是不是通知一下黄委员？那我们等黄委员来再进行抽签。好，
报告委员会，根据我们各委员会招委选举办法规定，哈，进行投票开票完以后，如果得票相同，必须抽签。我们现在有三位委员，哈，包括黄昭顺委员、姚文智委员、陈其迈委员，三位都是五票，所以我们从三位来进行抽签。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三位委员，您请别先看一下，来，叫两张当选，一张空白，哈，来，先看一下啦。看一下比较没争议啦，哈。来，有什么意见？要主签要先抽无？啊，怎啦？啊，是要咱用顺序签啊？看大家抽几号的，叫顺序抽，有一个顺序签啦，好不好？啊，有，就是那就准备顺序签，先抽顺序签，然后再抽签，好。啊，你拢无争议，嘿。其实是主签要先抽啦，吼。来，三位委员看一下吼，有顺序一、顺序二、顺序三，吼，我们顺序签先处理，好。好，现在顺序签有三个，哈，我们已经放到这个袋子里了，然后抽顺序，这没过分了吧？来，王宏远来，好，来不？好，抽签的顺序是姚文智委员一号，黄昭顺委员来，看这好。黄昭顺委员二号，陈其迈委员三号。好，那我们现在有两张当选签，一张空白签，我们开始进行抽签。好，现在我们依照刚刚抽签的顺序，哈，请姚文智委员先行抽签。我有这个有指纹辨识功能，我要抽刚刚那个。好，姚文智委员抽到空白签，哈。啊，空白是什么意思？空白都是无啊，都是你无着中，下次再会顾。来，请黄昭顺委员。好，谢谢。抽签结果，我们内政委员会的招委由黄昭顺委员跟陈其迈委员担任。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
好，没有意见，我们今天的招委选举，好，进行到这里，散会。